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又回到台南听听看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美霞。台南听听看是城市广播网所播出，我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是 FM90.1 台北健康，苗栗地区是 FM98.3 大苗栗广播，中部地区是 FM92.9 城市广播，台南地区是 FM97.1 台南之音。台南听听看总共录制60集，借着一个城市台南出发，从台南的文学、美学、建筑、美食以及许多爱与理想故事，让我们城市的美好也分享到您的好生活里。今天呢，我们录制的节目特别让我觉得我的时间真的不够看了，因为呢，我们欧哥一讲起来，一条巷弄朗朗上口，通通都是学问。但是呢，没有关系呢，我们就是个抛砖引玉呢，借着您看欧哥告诉你很多台南有趣的景点，也许您曾经来过天后宫、武庙、抽签巷，这么匆匆走过去，那您要开始，也许做一个选择，慢下你的脚步。听欧哥说了，欧哥说的可是非常有内容，绝对不是狗戏沙哦。而且您知道吗？欧哥是安平人哎，他说起安平的狗戏沙，正当我们啪啪啪哎，不信您来听听看欧哥怎么讲。是，刚刚提到安平是我的故乡，其实更少人知道，安平旧称就叫做台窝湾，也就是现在我们的台湾地名的缘由。是，它也是一个原住民的名称啊。那我为什么会把自己的家乡讲成安平五四三，主要是弄这个数字让大家能够轻松游。主持人在问我那个五是什么东西，是我要告诉我们全国的听众朋友，五代表的是武馆，不是跳舞的舞，是一二三四五的五。为什么有武馆呢？就是在清朝时代，全台湾最重要的水师协政署就在我们的安平，我们直白的讲，就是现在的台湾的海军总司令就在我们的安平。这个武呢，就是武馆、闽安馆、金门馆、烽火馆、海山馆、提标馆。我举一下，为什么叫金门馆？就是当时安平整个水师都是从中国的沿海各地调派来的，来我们安平，三年就一个轮调。那他们中间会碰到台风，所以是暂时来自金门的，他就住在金门馆。所以等于是现在的国军英雄馆的意思。哦，了解。那这五个馆就是我讲的安平五十三的五。那四呢？主持人你可能还不知道，对，我是在聆听啊。全台湾最早的都根就在1624年，荷兰人来到台湾之后，他其实做了4条非常重要的街道，我们从南到北一一跟大家介绍。这四条街就是新街，我们现在称之延平街。延平街它也是以前我们整个安平的食衣住行娱乐的地方，台南它形成全台第一街。对，它当时呢形成很多的市集，所以又叫做起亚街、市宰街。那它的路面是用石板所铺成的，那个石板就是我们的压舱石。哦，对，所以叫做石板街。就是船从对岸过来的时候呢，要让它不要太颠簸，所以就会压舱石。经过黑水沟的时候，对，经过黑水沟很稳，一定要也有压舱石。那来到这边之后很平安上岸了，压舱石就变成当时去铺设道路的东西。是的。那现在因为在这个延平街上到处都看得到蜜饯，所以欧哥把它昵称又叫做蜜饯街。了解。那第二条街是在延平街的北边，它叫做宽街，现在叫做孝忠街。其实这个宽街它是有来历的哦，在当时的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他们的宽街的英文就叫做 Broadway， B-R-O-A-D W-A-Y。 是，那翻译成叫做百老汇。百老汇在台湾就有一条30米的百老汇。那因为这个街30米找不到石板，所以他们就用头杆叫做土吉街。土吉街。那其实我们安平有一个叫石门国小，就是因为在这个全台湾最大的一个宽街上面有一个石头做的阁楼，我们叫石门楼。我们的石门国小就是取自于石门楼，从这里取名。在更北边有一个叫窄街，就是现在的中心街。那因为它的路面都是用砖头铺成的，所以又叫做庄仔街。整个街。那现在我们这个中心街上面的门牌号码都用建师自己制作，然后把它安我家38号，就叫中心街38号。所以欧哥也把它昵称叫做建师街。建师街更北边有一条北街，是最北边的街。这样子的四条街我们称之为热兰遮城的市镇。是。那最后一个山
是要讲到我们现在近代的社区营造。是在一条巷弄里面，本来都是这个狗屎鸡屎非常多的地方，经过地区居民的共同努力，在这个巷弄的旁边种了很多的茉莉花，这条巷漂亮，我们叫做茉莉巷。对，还有一条巷子叫做胭脂巷，胭脂巷，最后一条叫做湖巷，不是湖气的湖，是安平湖的湖。安平湖，对对，那它有意象，就是来了之后就会有福气。对，那我个人最对这个湖巷最印象最深刻，他那个在烧湖的时候，烧陶的时候，是在这个湖的上面把安平的梨宴全部融入到里面。对，而且我觉得那个整个墙上面还有把一些梨语呢放在上面。其实我蛮喜欢湖巷，是不是？你走来走去，每家人门口呢，通通都用一个湖的造型，好像觉得处处都可以求福、可以祈福的感觉，这是个福气之地啊。所以也是为什么欧哥一定要推荐这一条安平五四三的原因。哦，了解。哎呀，其实听欧哥讲，我真的是觉得啊。太多台南可以走的，其实还有耶，我们台南市区中也有所谓的我们文学馆啊，我们孔庙的，我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吗？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把这一条就叫做孔庙文学散步去。那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在文学馆的旁边既然有椰林大道，种了很多的大王椰子。对，那在南门路以前叫做文庙路，也种了很多的凤凰 花，所以我们叫做凤凰大道。对，就在椰林大道跟凤凰大道的中间的步道，我们有很多的文学家，他们的手印都印在上面，而且在墙壁上也把我们台湾很多的文学家的作品都写在上面，我称之为文学步道。其实我在去年前年有到深圳演讲，当然就一群朋友就来，是那去年前年我们的欧哥也带他们去讲，那我觉得回去之后会做回馈，是回馈的时候就特别刚刚欧哥您提到说，他们觉得我们把一个一个的文学当做一个城市的风景捐印在那边的时候，他们其实您带他去走这一段，他们真的非常感动。你想象吗？一个椰林，然后一个凤凰花的感觉，美妙一个城市。我觉得文学的中间它其实有很好的美感。可是我们知道了，其实欧哥您在带这个路的时候都很辛苦耶，尤其是很多人是亲子游是用的暑假的时候来，那这样的一个这么辛苦的工作，您乐此不疲的原因在哪里啊？应该这么说，我们说爱家乡就要从认识家乡来开始。那欧哥其实基于同心圆的史观，我们一定要先心系乡土，立足台湾才能够放眼天下。是第一个应该把自己的家乡的特色透过我们的读书，透过我们的导览之后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呢，长此以来我们会乐此不疲于这样子的一个当导览工作或当家乡的守护员。其实讲的就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游客从浑然不知经过我们导览之后眉开眼笑，而且进入到一知半解，最后呢还跟你回馈说他们恍然大悟，原来台南府城就是这么的美。所以从客人的回馈当中，让我们也尝试到这个就是解说的价值跟乐趣所在，所以我才会乐此不疲。我是觉得你永远是充满了 energy， 我一直很喜欢欧哥告诉我们也勉励我们，因为我觉得台南有很多的前辈啊，欧哥啊，詹翘大哥啊，林瑞明老师啊，那我觉得这几位他们都一直用很好的一个能量，以自己的身教示范告诉我们家乡就那么一个，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去守护它，它就不见了。所以欧哥最喜欢说你就叫我是家乡的守护员好了。我也真的觉得欧哥你真的是当之无愧，是我们很好的典范。所以如果你到台南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只有走台南的那些街道而不知道故事是很可惜的。所以呢，欧哥呢这样一个精彩的导览员，希望您永远可以找到他之后呢好好的逛逛我们的巷弄。我们节目最后也请欧哥呢给我们一句话来给我们的听众的朋友呢，当做我们今天好节目的分享。是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解说员，要成为一个棒的爱家乡守护员，我觉得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热忱跟爱，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爱它是一种付出，付出才会结出，爱是一种投入，投入才会深入，爱更是了解，了解才会谅解。那我觉得爱也要关怀，关怀才会开怀，最后我觉得爱也是一种磨练，磨练才能够熟练。那我们对于家乡的守护员，对于城市导览的杰出，才能够更熟练，更能够让人家喜爱我们自己的家乡。
真的觉得欧哥是我偶像了，真的是的。哦，你知道吗？每次我在台南会接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他来台南，因为看了我的书的这么几本之后过来。每当他捧着书的时候呢，我真觉得我一筹莫展，我对台南也不知道怎么做解释的时候，我就最喜欢打电话给欧哥的。欧哥接一电话，第一句话说：“美霞你好，我是欧哥。”超棒的声音，全世界最温暖的感觉一下全撞进你的心里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天把一个很棒的米其林三星之旅的导览员欧哥介绍给大家，借着他你可以看到台南很温暖的爱。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相关内容可以请你上城市广播网的官网查询，或者请您下载台南听看的 APP 也可以更了解节目。同时想重听的朋友，你也可以上 YouTube 查询台南听看的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欧哥来到这里，那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